我又来唠叨了，我忘了跟你们说了，这个果冻啊，你们喝的时候不要跟那个，就是咖啡呀、绿豆汤呀，还有就是平常你们如果喜欢吃白萝卜，就不要喝果冻，或者喝果冻的时候不要吃白萝卜啊，这样就这个果冻啊效果就不好了，影响效果。尽量嚼碎啊，嚼碎一点。喝完记得喝水啊，水是关键啊，一定记得要喝水。晚上怕浮肿的话，水可以少喝一点啊。再给你们重申一下，喝果冻期间不要吃白萝卜，还有咖啡、绿豆汤这些啊，一定记得啊。收到货不明白或者有任何疑问，随时去找售后啊。好了，拜拜，晚安吧，拜拜。